拿出去，我不吃，饿死我得了。哎呀妈呀，你告诉童老虎，饿死他亲闺女。童老虎、哎、你干啥呀，你别吵吵了。童老虎，你饿死你亲闺女得了。你爹听不着，他下山去了。哎呀妈呀，我爹下山了啊？救陆云豪去了？不是救陆云，他那是白家请来压货去了。都啥时候了，还压啥货呀？哎呀，哎，你干啥去？干啥呀？你给我撒开！哎，不让你走。放手，松开。松开。这虎头山，我爹不在，谁最大？你呗。哦。这又是要干啥？老大说了，不让你下山。哼！哼！嗯。你他娘的干什么呀？我是谁啊？我是童小凤，快给我让开！走了。哎呀妈呀，啥时候了？这把我心，咋整啊？走就走呗，能咋整啊？不追了，追啥追？回去把点心分了得了。大当家的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的。小月，哎，赶紧勘察。是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就一粗人，你们这文化人的礼仪啊，咱就免了吧。啊，那退下吧。我说白老弟啊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今天叫我来是想谈啥生意啊？啊，这趟货非同小可，运费也很可观，就是不知道童老大能不能接得下。哼，在这安泰城里头，只有我童老虎不想接的生意，没有我不敢接的生意。你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，你就直接说吧，是黑货还是白货，还是黑白两合水啊？既不是黑货，也不是白货，是一个人。一个人？什么人？从哪里送到哪里？从山河监狱，只要送到安全的地方就可以了。你说的是陆英豪吧？正是。这活儿我不接。哎，佟大当家的，不都说你在安泰城的黑白两道没有挡得住你的地方吗？怎么着，是吓着了还是老了？姓白的，说话跟我注意点，再给我们大当家这么说话，我把你笑成黑的。别扯那没用的，开个价吧。哼，姓白的，我们虎头山跟日本人向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，这陆英豪什么人啊？那是被日本人通缉的人呐、啊、我要是帮他，这就等于跟日本人宣战了。就为了你这么几个破金条搭上我们虎头山这帮兄弟的命，我这可是赔钱的买卖啊，你这是在耍我呀？大当家的，说起这个陆英豪啊，他还真算是您女婿呢，您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我告诉你，别说他不是我女婿，他就是我女婿，
我也不救。哎呀，你别进去！你说我说你这人，哎呀，你别进去里面谈事儿的。大少爷，小凤，小凤老想你了。丫头，谁让你跑出来的？你能来，我咋不能来呢？我来是谈生意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我来找我姐和我姐夫谈点大事。哎，小凤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正跟你爹商量着救英豪的事儿呢。真的？嗯。哎呀，爹，你答应救陆英豪了？我没答应。你没答应，你来干什么？哎呀，陆英豪那是被日本鬼子给抓走了，那是人命关天。陆英豪是春梅姐和姐夫的亲弟弟，我的亲男人，你能不能心里有点数啊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不救，我就再也不回虎头山了，我就跟我姐过。丫头，你今天要是不回虎头山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打呀你！哎，大当家的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发这么大火？这凤也是一时糊涂，说点气话。别生气啊。凤儿啊，当哥再说你一句，你知道吗？你爹他为这事儿正上火呢，你还火上浇油啊？我还生气呢。不就是救人吗？实在不行，我跟三儿进去，把人救出来。真的？你真救啊？咋的？你哥我啥时候唬过你呀？刀哥，你要是能把陆英豪给救出来，才是我心里的大英雄。我知道，凤儿，这事儿不为别人，就冲你。就算我出不来，我也把那姓陆的救出来。我心里有数，哥。大当家的。姓白的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人我可以救，但江湖规矩不能乱。我懂。干啥？你呢？哎，都是一家人，你收拾钱干啥呀？干儿，坤子，干儿。大半夜找我干啥呀？起来说呀。嗯，我跟你说，土匪有个叫啥刀的呀？薛一刀啊？哎，对对对对，那个薛一刀说要混进监狱救你家大少爷。不可能，他俩一天斗得你死我活的，他还能有这心？啥不可能啊？我白天在我家门口亲眼看见的。我告诉你呀，就是让你告诉你那些人别冲动，啊！不行，你们做个接应工作。真假的？我能骗你吗？那行，那我回去跟他们说说。嗯，对对对，回去跟他们说一声。你又立功了啊！哎，你上次说吃饭那事儿，听喜贵说薛一刀主动请缨去监狱救少爷，你说这薛一刀在虎头山跟少爷斗得你死我活的，他能干出这么仗义的事儿来？他俩的关系根本没有那么好，这薛一刀还说要主动救他，我觉得这事儿有蹊跷，这薛一刀肯定动机不纯。也先别着急，既然薛一刀那么有信心可以救出陆英豪，那我们就等等看，看他到底有什么办法。我还是对这个薛一刀不放心。咱们要不要采取行动？先不要着急，现在行动会出乱子。先派人去侦查。
坤子啊，你跟白许贵继续保持联系。潘子，你来盯住薛一刀的一举一动，一旦有消息立刻来通知我。潘子办事你放心呢。太年轻了。潘老三，どうですか？中国の料理は本当にうまいぞ。そうです。乾杯。乾杯。どうぞ。遠慮なく。吃。不等我就吃哈。饿了。哥。哎。哥。跟你这干啥去了？咋这么长时间？干啥去了？你再想想啊，咱能干啥呀？咱不得进去啊？进去之前不得想好退路吗？哥给你找门子去了，这盯着个大脑瓜就知道吃吃吃的。哥，我就想不明白了。这陆英豪跟你抢凤姑娘，你咋还死心塌地的救她出来呢？咋的？你的意思说哥傻呗？嗯，咱啥人呢？咱是江湖人，江湖人得讲规矩讲面吧？咱大当家都答应人家，咱当兄弟的不得往前冲吗？嗯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救归救，救出来的是死的是活的，跟咱就没关系了，对吧？三儿，你跟着哥呀也没咋享福，老遭罪了，还得跟哥进监狱去，哥这心里不饶人呐。说啥呢哥，这啥饶人不饶人呢？那都不是事儿，关键是咱咋进去，那是事儿。看见没有？看见那些日本人没有？你当着他们的面把对面吃饭那帮人给削了，你说他们啥反应？那不得抓你吗？那帮人啊，我一看那就是当地土包子，打了就打了，能咋的？嗯嗯，行。臭啥？咋的？抓我！我不要你。大哥，他们也是日本人。干啥呀，三儿？啊，又犯病了？对不住啊，老板，这酒菜都算我的了，我请了，都请客了。好嘞。对不住啊，太君，这是个傻子。对不住啊，太君，我这兄弟犯病了。对不住啊，干啥呀？你？不是，糊了吧唧的，又犯病了。让你家待着非出来还喝酒，你这是犯啥病了？你这是。对不住，这酒啊菜啊都算我的啊。对不住啊，干啥呀？这是日本人是啥呀？是咱朋友知道不？是咱的好朋友知道不？好朋友。白天了，看啥呀？打鬼的了，我打的，咋的？打了，还不鼓掌啊？打鬼的了。哎呀，这事儿太大了，事儿啊。
着呢吗？推啥呢？这是对不对，飞哥？太君，你把我们哥俩就关这儿得了呗？滚开！你寻你去的地方吧。我去做。关哪儿不是关呢？太君，住哪儿不是住啊？太君没有。哎，滚！哎，推啥推？阁下呀，嗯，我进来这一圈我瞅啥呢？搁对面那茅房呢。那咱啥时候动手啊？现在。哎，哎，不是，哥，现在咋动手啊？用你的大脑壳去撞那大铁门，撞出去，过去把他干了啊！哎，哥，我没那两下。哎，哎，不行就等着。等见着他再动手。哥，那咱咋出去啊？咋出去？坐粪车出去。粪车咋坐？哥花了钱了，人家说搁这地儿啊只有坐粪车这一招啊。不过你要不想坐也没事啊，哥先出去，你在这儿呢慢慢待着。别呀，都听哥的，坐就坐。哎，咋了哥？还有问的吗？没了。没了啊。哟，这不是虎头山的二当家的吗？怎么了？手头缺钱把日本人给抢了？咋的呀，陆大少爷？在这地儿你也待那么舒坦啊？有吃有喝有人伺候，总比当土匪担惊受怕强啊。行了，不跟你废话啊。受人之托，我是进来救你的。这是几天不见长能耐了，有那本事吗？有那本事吗？我咋进来的？我能进来就能出去，啊？别不分好坏人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你机灵点，我会想办法把看守抱走，然后再一块出去。哼，行，你要真有那本事，我就多带一人。说啥呀？啊，蹬鼻子上脸是吧？我受人之托只管你一个人，我管得着别人吗？那我就不劳烦二当家了。哎，不是你咋的呀？真把我当监长他爹了？你还想让我把全监狱人都带走是咋的？那你可办了好事了。哼，机灵点啊，哥。咋的了？把你的熊眼给我睁大了啊！看看晚上从哪儿跑。明白。何がおかしいでしょうか。見たか。この芝居に人がどんどん揃っていく。続けてみよう。面白くなっていくはずだ。
小三儿，小三儿，饿了吧？快吃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来，喝水。咱们的苦日子就快熬到头了，今天晚上就会有人救咱们出去，到时候哥带你去吃烧鸡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啊？怎么救啊？具体计划还没出来，到晚上咱就知道了。这监狱里的日军守卫重重，他们怎么进得来啊？不是外面的人，难道是里面的人？嗯。咋了？噎着了？来，喝水。嗯，分かった。大佐、情報が入りました。予測通りに今晩ルインホが脱獄しますと。脱獄。それはきっと緊迫して。刺激的で素晴らしいはず。渡辺、準備しろ。見事な芝居を楽しもうぜ。はい。哥，他说要带个人儿走，带谁？你，带你走，稀罕你。哪儿那么多个为什么呀？为啥？带谁走？带谁走？不带他的人走吗？我知道谁呀？这么彪啊？这事我是想啊，你说这陆英敖他本身身手就不错，他再躲个人，我怕你弄不过他。我弄不过他是吗？他能耐大是吗？我弄不过他是吗？你能得过他是吗？我咋的了？就这么瞧不起你哥呢？啊？你看看他，一瘸一拐的，都成瘸子了。还我弄不过他，我弄不死他，我。我哥何所惧？别老那么多为什么啊！哎，差不多了，这帮瘪犊子也该睡了吧。对呀、啊，小鬼子有防备呀、啊！还有说，快去躺着。哎，你们俩想去哪儿？这大晚上的不睡觉，想干嘛？嗯。Roll!
哎呦，这晚上吃顶着了，起来溜达溜达，消化消化神儿，是吧？来，溜达溜达啊。我看你们是等着有人来救你们吧。建旅长，您看您这个地方密不透风的，这连个蚊子都飞不进来，谁能救我们呀？溜达溜达，睡不着是吧？那好，我给你们换个地方。打理哥，要走走一个。嘿，哎，这睡得好好的，往哪儿走啊？小三儿，小三儿，马给路。打理都没理可的，一时白弄什么的。我在那边潇洒，もしわけございません。大佐のご指示を理解できず。ルイホは今どこだ？南国の独房です。南国。では元のところに戻します。バカ。戻すと気づかれるだろう。快点！吵吵个啥？这不走着呢吗？那坏了，折腾这一晚上啊，他们把星楼子给转移了。哥，不跟咱俩在一块儿，这事儿不好办。不好办就多待几天呗，不好办。行，听我。陆大哥，真有人救咱出去啊？放心吧。哥都跟你联系好了，等咱们出去，哥就给你把伤给治好了，啊！这瘪犊子们，下着雨也让人放风啊！疼，疼吗？二当家的计划也没好使啊！计划没好使，能好使吗？嗯，你的人把咱给卖了，不可能。咋就不可能？你的人要不卖咱，小鬼子咋知道咱要行动呢？有可能是你的人，那更不可能。看见没？那大脑瓜子，从小我带大的，敢出卖我，我脑瓜给他笑放屁了。那可未必，土匪不都那样吗？行了吧，啊，看见没有，老天爷都哭了。我们真心来救你的，你让你的兄弟把嘴闭上，再有下次，老天爷都救不了你。少爷，我命大，一时半会儿死不了，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是，你命大，能不能出去，咱们再说，啊，希望老天爷保佑。小怪队又给你关哪儿了？南区十一号。行吧，陆大少爷，接下来就看你的造化了。啊，三儿，咋不走啊？想喝雨水是咋的？哎，するためよ。ダメよ。今体弱ってるんだからやめてってば。早く病院に戻って。私が気絶していた間、やつは何をしていた？監獄でルイン派を取り調べてるって。昇進の準備だって。南野、私を窓にするなんて、きっと代償を払わせてやるわ。行かないでってば。南野は冷酷無情よ。あなたは相手にならない。痛い目に遭うわ。南野。
の運はもうすぐ尽きるわ。哎，太君，太君，哎，太君，快快快快，赶快开门啊！哎呀妈呀，你快看看我的兄弟吧，他都快不行了，你看他疼的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兄弟啊！赶快换衣服。出来了，撤撤吧！我看你是想死是吧？啊，跟我进来干嘛来了？我告诉你，不管陆英豪是活的是死的，必须把他给我带回去。哎呀，不是哥，哎，南区那么多鬼子，去的不是找死吗？怕啥呀？怕鬼子？看看你自己，你现在就是鬼子，你怕啥呀怕？我告诉你，混进南区，把他给我带出来，剩下的事儿有我呢。别，哥，我不敢去。南区鬼子多，再说了，你不在我身边，我心里没底啊。没什么底，进去就有底了。别，哥哥，你等。車をここに。うん、聞こえますか。俺の車をここに。新しい顔でしょ。うん。啥呢？一句也听不懂啊！给我把钥匙，啥意思？啥意思？说你太胖了，让你减减肥。等会儿，给你把钥匙。这么大的官，给你钥匙干啥呀？三儿啊，他是让你开车去吧？行啊，把我们的退路都想好了。哎，换上他衣服，咱们去南区。啊？啊啥？鬼子话听不懂，南区还找不着啊？是他知道。哎呦我去，陆大少爷可把你找着了，啊？还真有两下子。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还真的能混到这儿来。没想到的事儿多了，快走吧。回家。对，
回家。陆大哥，他们是什么人啊？来，咱们回家。咱回家了啊。现在就走啊？我说兄弟啊，现在不走啥时候走啊？还想睡啊？再睡你就醒不来了，快走吧。大哥，守卫来了，咋办？什么怎么办？走啊，快到门口了，来不及了。脱衣服。啥意思？快脱。不是脱也不是我脱呀，来来来，你脱。快到门口了。失礼します。不是，干啥？그부서와도시라드쇼가쇼메오쿠다사이なんで長官に挨拶しない。この方は知らないか。司令官の事務総長岡村少佐だ。謝れ。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。重大犯を見張るのは責任なのでどうかお許しください。責任は分かっているんだ。司令官はルイン法秘密尋問しよう。秘密にだ。早く下れ。はい。はい、小鬼子能唠嗑，你可真厉害啊！别废话，赶紧走。队长，我们在这儿守了两天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这要是入学界来了，肯定得更着急，所以才没让他来，冲动容易出问题。你们看，这里的防御天罗地网，任何原因都可能导致他们任务的失败。我相信有人里应外合，陆英豪一定能出来，放心吧。咋回事啊？咋还就没路了呢？连路都没探明白还想带我出去？不是咋的呀？啊，我穿成这样真把我当鬼子了啊？刚才进来好好的，咋这一会儿就迷路呢？不行，这样吧，往回走，往回走。等等，这儿咱们地形不熟，误打误撞更危险，还不如堂堂正正从正门出去。这不扯呢吗？那从正门走不被发现了吗？还像刚才一样，咱们穿着这身皮，我又会日语，应该能蒙混过关。我不行了，哥。小三，我实在走不动了，你们先走吧。来，小三，我背你。哥，不行，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，你们先走吧，不要管我了。三儿，昨天晚上在牢房里，谁跟我说想吃苏联的大礼吧，吃红肠，喝冰凉冰凉的啤酒啊？这才过了一晚上就忘了啊？跟哥出去，哥出去带你全吃了啊。
还年轻呢，该见的没见的还多着呢。